佬撞衫，不分男女老少。易烊千玺撞衫是要撞完整个娱乐圈吗？易烊千玺一个娱乐圈行走的快报，千玺的衣品可是时尚教科书，帅气十足又不会太超过，当然也常常撞衫。易烊千玺撞衫，鹿晗。同款蓝色牛仔外套，鹿晗内搭白色 T 恤，下身穿蓝红休闲裤，千玺内搭条纹白衬衫，下身穿牛仔裤，不同的搭配小心思都很和谐洋人呐。易烊千玺撞衫王凯，同样都是格纹西装内搭黑色高领毛衣，一个少年气，一个绅士范儿，两种不同感觉的西装衫呢。易烊千玺撞衫唐禹哲，不光撞衫，而且还是同个场合呢，都是去参加快本，缘分呢、啊、一个是大哥哥，一个是小千千，两人还合作过电视剧呢。易烊千玺撞衫齐威，同系列撞衫，一个长款配长裤，一个短款配热裤，还是齐威。穿了同款绿色卫衣，千玺是青春活力，而齐威就很机智了，他用一件格子衬衫系在腰间，瞬间变身时尚达人。易烊千玺撞衫杨幂，杨幂之前就带火了这件针织衫，而易烊千玺在之录制节目时也穿了同款亮相，一个以白衬衣打底，一个单穿，反正都是蛮